百姓是头家，欢迎收看庶民大头家，来关心花莲强震灾损严重，蓝绿战之人物纷纷捐出了薪水来赈灾，但是竟然有侧翼出来带风向了，说千万别捐钱给亲中的县市啊，网友炮轰，难道是要替之前呢没办法选赢的战猫来出一口怨气吗？好，403地震，很多网友在问，怎么没有像921大地震一样跳电呢？就绿营马上有人跳出来说啊，都是因为我们的绿电快速拉升啊，网友就质疑了，绿电一块太阳能板能发多少电，就是这么多电，难道突然天空出现两颗太阳吗？不然怎么能够让绿电突然一下攀升呢？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为了这样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郑丽文，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立法委员王宏威，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郑诗成，远仪大家好。好，来看到规模7.2的花莲强震，真的是重创花莲啊！不但呢是有许多的这个房屋毁损，而且呢，甚至到现在呢，还有人在被是个受困啊抢救当中。好，所以呢，蓝绿大咖纷纷宣布，他们要捐出薪水来赈灾，也包括了企业界，还有很多艺人都慷慨解囊，希望能够帮助花莲灾民赶快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但没有想到，竟然开始有人带这种奇怪的网络风向了吗？好，青绿的插画家就跳出来说了，2018年的花莲大地震啊，民众捐了善款，可是傅昆萁却拿去给他的庄脚啦，请大家捐款给县府之前要三思哈。好啦，所谓的拿去给庄脚，其实就是说拿这笔钱去纾困啦。好，但不管怎么说呢，现在呢开始带了一片风向，说不要捐钱给花莲，为什么？因为是亲中的县市啊。好，你看到就有人说了，亲爱的日本朋友，这次震央严重的是花莲，是非常亲中的地区哦，是制台中国人选上市长、议员、立委，还删减预算呢，请不要捐钱给他们。好，还有人说哦，我不会这样子说，就不要捐钱了。可是呢，其实直觉啊，捐钱给花莲呢，跟捐给中国啊，没有什么两样啊，因为呢，最后都不会到灾民的手中啊，所以呢，请你一定要捐给卫福部才行啊。所以捐给中央或是捐给绿营执政的县市，真的就会比较好吗？来看到2014的高雄细报这一笔善款，请问是否？是怎么花的呢？好，买了装置艺术，然后呢换购了这个叫做薪资管理系统，还有呢把这个值班台的座椅给换掉了，最后甚至跑到泰国去办了市场推广行销，请问这个到底跟高雄气爆有什么关系呢？好，2016年台南也发生大地震，结果呢老旧校舍的修补拿了这笔钱来使用，然后呢还补助了823水患的灾民，又请问这到底跟台南大地震有什么关系呢？好啦，说捐给中央比较好。我们看2021的太鲁阁事件发生的时候呢，陈欧珀马上跳出来说，这笔钱要拿去干嘛？要盖事故的纪念碑啊！最后是因为民意的反弹，因此才没盖成。所以呢，这个捐给中央就一定会花在所谓的地震灾民的身上吗？好啦，我们来看到现在啊，网络上奇奇怪怪的风向真的很多，反正就是要这个抗中啦。所以呢，这个清明节呢，韩国瑜立法院长他就发文告诉大家说，其实啊，这个清明扫墓祭祖在我国呢是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千年前夕呢，台湾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这个地震的灾情啊，各位好朋友们，请务必注意安全，祈愿天佑台湾。这样讲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有人看了就是很不满，马上就有人跳出来炮轰说，你没有顾及我们的国家主权，自损国格。我看不出来哪里自损国格，看起来好像是应该有人认为说我国没有千年的历史了哈。好啦，所以呢，立委吴宗宪就跳出来帮忙说话。他说：“你看啊，我国有千年的历史啊，在中华民国宪法精神上，这样的说法是绝无问题呀。另外，台湾地区也是符合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当中的一个法律用语，到底又有什么问题呢？所以，绿营的立委啊，如果认为啊有附和大陆的疑虑的话，那你过去怎么有机会修法时不修法呢？所以啊，请民党多读点书啊，否则这样的说法呢，是不是算是毁宪乱政了？”好，那么现在呢，还有人跳出来说，地震过后啊，这个环状线不是说这个轨道有错位吗？王义川就跳出来炮轰了，他说：“侯友宜市长，这是你们新北环状线的轨道吗？如果是的话，你还继续让列车行驶啊？真是勇啊！”结果新北市政府捷运局马上跳出来澄清，告诉大家说：“这个受损的路段本来就还没有开始启用啊，根本没有列车行驶，请不要以讹传讹啊！”好，另外王义川也说：“朱立伦呐、啊。”
主席说呢，蓝营的县市首长都已经一级开设，而且在坐镇指挥当中呢。哟，这样的说法，你是在打脸出访到新加坡去的卢秀燕吗？好，这样的说法让国民党发言人也赶快跳出来炮轰他，说发生地震灾情的时候啊，全台都在全力的救援当中来为花莲祈福，结果怎么看到民党就是有人就是想要像小丑一样不断跳出来喷政治口水呢？好，其实政府到底有没有善用所谓的捐款的善款，老百姓自有公平嘛。但是现在这个时刻，竟然有人已经开始跳出来阻止大家捐款，而理由是怪花莲人太轻松。那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怎么不赶快把你们捐出去的这个一日薪水还是一个月的薪水通通都收回来呢？也有人质疑说，难道是因为萧美琴在花莲屡战屡败，有心人想要借这个机会来帮他教训一下花莲人了吗？立文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人哦，常常会因为政治的意识形态，然后呢，对某些族群的歧视或者是仇视，然后就开始失去了人性，然后把他所歧视跟仇视的对象也不当人了。譬如说纳粹德国，为什么可以对犹太人哦，还有他们所歧视的很多的，譬如说吉普赛人啊等等的，做出这种种族灭绝、惨绝人寰的事情，而在当下，即便你认为说他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德国人，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非人道、非人性的动作？就是因为我刚刚说的，你把非我族类样板化，然后不把他当人看。为什么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南京大屠杀会这样子丧心病狂的屠杀妇女幼儿？也是同样的心理作祟，所以我们常常不能够理解，在这样一个战争的时刻，为什么人会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性，比禽兽还要残暴。那在这一次的花莲的灾情，在遇到大地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全世界这个时刻是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大家都会基于一个基本的人性来关心台湾的灾情，这才是一个自然人性的流露。但没有想到，同样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却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政治利害的不同，甚至于讲出这种没有人性的话，然后不把自己的台湾人当人。那花莲人其实还有很多是支持民进党的，所以这些支持民进党的人，因为整个花莲输掉了，所以即便在花莲也有支持民进党的人，他也不管他的死活了。甚至于在这里面最糟糕的是，还叫外国人、日本人不要捐给花莲，因为是花莲是亲中的。换句话说，在当人类面对这种天灾的灾难的时候，大家伸出援手，难道还要问一下你是不是亲美吗？难道还要问一下你是不是亲中吗？还要问一下你是不是支持民进党的吗？那这不叫做丧心病狂、泯灭人性？什么才叫丧心病狂、泯灭人性呢？然后这些侧翼如果每一次发生这种事情都变成是一个自然的反射动作，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用意识形态、政治立场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跟怎么思考这件事情，那他就已经变成了是一个政治的机器了，他的人性已经不见了。那怎么会这样子呢？这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呢？那这些侧翼跟网军，赖清德到底要不要处理呢？还是说他只是要铲除蔡英文的网军跟侧翼，但是他要培植自己新潮流的侧翼跟网军呢？这些已经变成台湾不只是民主的毒瘤了，而且老共都还没有来插手呢，都还没有来打台湾呢，我们自己就已经分了哦。花莲这一块是亲中的，我们不要管他死活啊，这一块是绿的哦，哈，所以那个地震警报要让他们知道，因为让他们逃生哦。啊，这一块大部分都是支持蓝的哈，以后他们有什么基础建设、有灾难的时候就不要理他，是变成这样吗？我们要变成这样吗？其实我们已经变成这样了，在 COVID-19 的时候，在新冠疫情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就依蓝绿来分配相关的防灾防疫的资源。一个小小的台湾，
我们自己人就打自己人，自己人就恨自己人了，我们还需要敌人吗？我们还需要敌人吗？那这些人为什么不问问自己呢？当你自己的亲人或当你自己深陷困难的时候，你难道希望唯一可以帮助你的人会因为你的政治立场而不帮你吗？当你溺水的时候，站在你身边这个人如果跟你政治立场不一样，或者他是中国人，你宁愿死你也不要让他救吗？那你还你的人性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台湾怎么会走到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一个发展的路上？所以在这个时刻还有人还没有还在失联当中，许多的抢救工作也并没有，地震已经两天了就因此终止。台湾一向就是爱心绝对是世界跑第一的国家，结果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发生这种问题的时候，居然有人是这样在看待。当年国民党要下台的时候，发生了台南大地震，国民党已经确定选输了，大家都还记得当时的中央政府有分说，哦，我是中央，我是蓝的，你是绿的地方，所以我就不帮你嘛，不是全心全意。在那个时刻你只想把人救出来，你只想让灾民早一点重建家园，怎么还会有人在想着说他不是支持民进党的，他不是支持台独的呢？觉得太悲哀了。我记得那时候赖清德还非常感谢中央的阁揆张善政。好，所以现在这个时刻大家都希望能够尽一己之力能够协助花莲灾区重新站起来，但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人在网络上带这种奇怪的风向，说捐钱给地方会被挪用，要捐一定要捐给中央。好，当然民众愿意出钱出力都是爱台湾的一份心意，也不是说非得要把钱交给哪个单位不可，但是我们回想过去台湾已经发生过这么多次的灾难，其实也常常爆出说民众的善款是被滥用的，像是高雄细报的善款可是高达有45亿元呐、啊，结果却爆出说有些被拿去做这个叫做薪资公文管理系统。然后呢，赖清德任内台南的强震事后，有地方民代发现说这赈灾的善款怎么拿去补助了这个叫823的水灾呢？更不用说2021台铁发生太鲁阁号的翻覆事件，当时卫福部也开设了捐款的账户，其实那时候就也有人质疑说这明明是人祸，你怎么好意思收捐款呢？而事后又爆出说啊，绿营的立委提议说这笔钱应该先拿来盖一个纪念碑，哀轰之后才喊卡。所以我们就想问了，这时候一堆侧翼网军急着跳出来，哎，要替民众的善心说，哎呀，我要指导你哪里可以捐才正确啊？这真的是有在关心，这是纯粹的在关心我们的灾民吗？斌哥，老实讲，我们一般正常人哦，看到发生灾难的时候，大家为什么想捐钱？因为想要帮助这些灾民，希望他们赶快恢复正常生活，这是大家的善心。可是呢，一些不正常的人，特别这些人好像大部分都支持民进党，他们常常怎样？看到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就开始眼睛一亮。为什么？对他们来讲，赚钱的机会来，他们的想法是这样，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觉得最奇怪的地方，像。现在在花莲，他们为了阻止捐款到花莲哦，已经开始用什么招了？你知道，在外面到处散布谣言说，说花莲已经收到好几亿的捐款了，知道？那今天徐正伟赶快公布啊，说到目前为止捐款实际上只有200万出头，然后叫大家不要去被这些谣言去这些左右。那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啊，这个政府不是最痛恨谣言的吗？过去只要任何跟政府机关相关的谣言，他们都大力出来澄清，大动作开记者会，而且说要扬言提告，还派检警抓人，不是吗？那这个哎，在灾难的时刻去发布完全不实的消息，希望阻止大家捐款，这种人是不是应该要立刻查办抓起来？请问一下，你看到中央有任何动作吗？你看到检调司法有任何人说我要主动侦办吗？完全没有。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就是想要阻断花莲捐款，他们从来没有在乎过灾民的死活了。老实讲，当年高雄气爆的时候，刚主持人也提到了，他们把钱到处去做一些有的没的，什么装置艺术啦，甚至连他们的那个文书用具，全部都有那个气爆的捐款里头出，莫名其妙到极点。那是你高雄市政府自己应该出的钱，结果全部从捐款里头拿。他出国考察也是从捐款里头拿钱，考察跟气爆完全无关的事情。莫名其妙乱用一通啊，然后还欺骗灾民，
去帮灾民吊唁求偿，结果我讲他来告我，陈菊就跑来告我，结果法院认证了他是个骗子，就这样子而已啊，就这么简单啊。那民进党就是专门在搞这一套、啊、那些在讲说傅崐萁的钱都拿去绑庄去给庄脚的人，我觉得很 OK 啊，如果你真的认为他是这样，赶快去告傅崐萁，把他告到死，因为这显然违法，如果照你说他显然违法，挪用善款是多恶劣的一种行为。那如果傅崐萁真的做了这么恶劣的行为，你为什么不去告他？那你为什么只是在脸书上讲一讲？请问你到底发生什么事？还是你心虚？还是你明明知道你讲的不是事实，你只是想故意这样子去用影射的方式去影射别人呢？那现在这些人开始讲说，哦，你捐给这个地方政府都会被挪用。老实讲啊，挪用最厉害的就是民进党，只要民进党执政的县市政府没有一个不挪用，而且都乱用一通。老实讲，太鲁阁那个事情还要去建纪念碑，建什么纪念碑啊？哎，今天完全是政府自己的无能造成这样的一个悲剧，这是应该要国赔的。要国赔的东西，就算要建纪念碑，也应该是国家去建啊，怎么会是用善款去建呢？简直莫名其妙到极点。老实说，那个东西都不应该捐善款的，那是国家整体要去负责的东西。我们台湾很多有爱心的人，可是你们知道吗？你们每一次捐钱给民进党，就被民进党用来整你们，每一次都是这样。你们捐的钱都被他们为什么喜欢建什么装置艺术啊、纪念碑啊？因为这样就可以外包给他们的绿油油侧翼，就让他们的人去赚钱。他们赚了钱之后，然后呢，爱台湾都是他们在爱。你们这些捐钱都是傻瓜，都是盘子。他拿着别人的捐款去指责其他的民众，说他不够爱台湾。今天还有一个人到我的脸书留言说，其他的政党都不爱台湾，民进党是最爱台湾的。我直接告诉他，你显然被我发现了，你是另外一个维度平行世界来的人，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件事情，所以请大家帮我抓住这个人，抓住他的人一定会得诺贝尔奖，拜托大家努力。哦，403大地震其实现在过了两天的时间，其实还天天都还有大的余震发生呢，更不要说现在其实还是有人在受困山区等待救援的。可是有些政治人物好像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借由天灾来得到政治红利吗？王义川最近就抛出了这个新北捷运一个断轨的一个照片之一，说哎，你看地震过后环状线都已经断轨了，你侯友宜怎么还要让捷运没有复原就复始呢？结果新北捷运局跳出来反批他，这个路段其实本来呢就是还在一个复原的阶段，并没有列车行驶啊，请有心人士不要来制造恐慌。哦，去年马英九访陆去搭高铁的时候，王义川也说大陆的高铁没靠背啊。现在我们光是看照片，轨道是被震到歪七扭八，而且甚至是还断轨，这国小学生都看得出来，根本不可能发车嘛。结果呢，王义川却拿来暗指说侯友宜开放复始草菅人命，这到底是民进党怎么一回事？怎么会有这样的这种的政治人物呢？他是那个被外星人操控了他的思想吗？还是说绿营就是想要用天灾来攻击他的政敌呢？洪威怎么看？王义昌在去年马英九去回到中国大陆去祭祖的时候，他讲说坐这个高铁没有靠背，结果呢这是闹了一个非常大的笑话。事实上当时就有很多人说这个王义川啊真的是完全的是在造谣啊，随便的就是撒这种瞒天大谎。那王义川他在这个民进党的这些名嘴里面，就是因为他敢讲哈，然后乱讲哈也无所谓，所以大家就想说他是那种政治鸡同嘛 ，key 党啊哈，反正他还用这样子飞得非常高兴，然后在一些直播里面呢，继续的这样的娱乐大家。不过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震灾里面，其实很多第一线的这些救灾人员，或者是来救灾或者是减灾，其实大家到现在还忙得不可开交。可是呢，问题是就是有这种喷政治口水的人，哈，他不遗余力在那边继续的造谣。那么有关于就是在这个环状线里面的中和这个捷运段，其实有很多的网络上不管照片、影片都有拍出来，就是说它确实出现了移位的问题。那这也造成了就新北市的高度的重视。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做复原中，但是像王义川竟然还说，
像这样的状况呢，新北还竟然就侯友宜竟然还让他继续的通车，所以这种你真的好勇哦，你好敢哦，就代表说你很草菅人命。但是问题是，他没有在通车啊，那现在他确实在检修中、复原中。那王一川，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是愿意继续的去造谣？所以现在哦，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或民进党的侧翼，让他们永远呢，就是我们常在讲说有所谓的救灾政治学。那有些政治人物，他要怎么样的来表现他怎么样是情欲去救灾啊？有的是怎么把那个就是你淹水你也踩在水里面啊，或者呢上山下海的去看灾。可是有一种呢是救灾的政治口水，哈，他们不停的乱喷，事实上就是带风向。他觉得他只要有一个可以成功的带到风向的话，他就觉得他赚到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刚才一路是去提到的，包含要不要捐善款给花莲，他们也可以去造谣说当时呢，这个傅昆萁他在这个用善款的时候呢，去给他的庄脚。事实上，当时这个花莲县是有去补助一些大理石业者。那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些产业，大理石业者在花莲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产业，那他们本来也就是在震灾下他会受到灾害的。所以这次包含大理石业者啦，或者是包含这个观光产业，因为当时也有去补助一些观光产业，那很多人就很生气说，我们去捐款是希望能够直接到灾民身上，你怎么可以补助这些产业呢？可是我想请问一下，补助产业跟你高雄气爆去做公共装置艺术，而且还没有提很多还出国去考察，你知道吗？还花钱让他们去出国考察。你想想看，做一些产业的补助，如果他有问题的话，中央现在早就饶不过傅昆萁了，他会饶过傅昆萁吗？他会饶过徐祯蔚吗？所以你现在用这样的方式来带风向，第一个就是刚才大家所讲的政治的操作，而且这种政治操作其实是已经违背人性。在这样的一个百年大震的状况之下，还有很多人受困在灾区，还有第一线的人员，他们冒着自己的生命的安全在那边全面性救灾的时候，这个时候说实在，我们都会觉得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很多人也是觉得说，我捐一些善款到那边能够尽一点心力，可是还有人这样子继续的去造谣生事。而这些造谣生事的人并不只是一些民进党的侧翼而已，还包含像王玉川的这种政治人物。你知道王玉川，我们几乎都会这个估计他在520之后他很可能补上不分区立委，大家知道吗？因为现在520之后有一些可能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他们入阁，一旦只要有再有一个民进党的男性不分区立委他入阁之后，王玉川就补上了。那大家就知道民进党的立委里面，国会里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在赈灾的时候还在喷政治口水还在造谣的人，然后他会堂堂的进入国会。我不晓得他会不会继续造谣，但是根据他过去的经验，我相信他的作风是一致的，这也代表台湾的一个政治的悲哀啊。地震震出了政治的波澜，结果远在立法院的韩国瑜也变成了受灾户。韩瑜在脸书上发文呢，他说呢，清明祭祖在我国有千年的历史，但是此时啊，台湾地区呢却发生了严重的震灾，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但没有想到这样一个po文，只因为清明在我国有千年的历史以及台湾地区这两句话，竟然就引起了这个挑起了绿营的敏感神经，就一堆人痛批韩国瑜自损国格，不顾国家的主权。其实清明在华人文化圈确实已经存在了有千年的历史啊。而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韩国瑜讲到台湾地区也没有讲错啊。那如果民进党觉得韩国瑜说这样的话是有问题的话，过去绿营曾经全面执政的，所以呢连陈水扁他 A 了国务机要费案都可以被直接修法除罪化，那为什么民进党完全执政之下不改国号不改国名也不修宪呢？难道台湾遇到九二一以来最强的地震，民党看到的重点就只有这些而已吗？世成哥，首先我必须先谈一下花莲。我跟韩冰都非常了解花莲，你知道吗？当年吉安乡的乡长叫田志勋，他已经过世了。他选上了两届的吉安乡长，后来还选上了花莲市长，你知道吗？然后这次的
这个选立委的张美惠是刚好是这个田智先的遗孀，是他的老婆。这一次他跟傅昆萁的票只差10000多票而已，他拿了50000多票，跟这个萧美琴的这个得票比率是一样的。谁说花莲人都不投民进党？我觉得就是趁机会在那边假造一些谣言，让大家不投、不捐款给花莲。再来，这一次要打韩国瑜，为什么？我旁边就有国民党优秀的立委啊，这个洪伟，这次你们国民党的这个过半，然后民进党在这个整个立法院的表现没有啊？最近的表现就是，哎呀，怎么不让我们没有点名不到，应该按照过去啊，让我们这个等一下再来啊，或怎么样？然后不然就是，说韩国瑜怎么样，然后就是变书面质询，完全没有表现。这次得到机会了，韩国瑜讲这个台湾地区啊，讲这个中国5000年来怎么样？哎呦，开玩笑。所以包括干事长吴思瑶，包括他们的发言人卓冠廷。都出来讲，哎呀，这个不好啊，这个有损国格啊，干嘛的？请问我们一地震以后，我们就从中华民国变成台湾国吗？啊，要讲台湾国发生地震吗？那请问一下，韩国瑜哪里来的错？可是我跟你讲，因为这些1450这些人，在整个新的国会出现之后没有表现，韩国瑜越打声望越高啊。趁这个机会开玩笑，一定要把你拉下来。所以就是刚刚这个洪伟讲的那种救灾政治学，包括那种整个的国会的表现，趁这个机会就把韩国瑜再给拉黑，莫名其妙，真的莫名其妙。花莲这次走了不少人，我们现在全国都在哀悼，都在救灾的时候，就有这些绿营人士就要趁机会刚好掀起一波，哎，这个，我们待会儿会讲这个电力的事情等等。我认为啦，这些人完全都没有，今天有人从九七洞被救出来，然后到了救出来之后，看到一叫妈妈，大家抱在一起哭了个稀里哗啦的，我们就有那种感觉，大家心感同身受。可是这些绿营人士，有些人。感同身受不是受这个，就是我们终有机会要当国民党了。我跟你讲，这种心态啊，非常非常的糟糕，非常的要不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树民大头家，这一次402大地震在全台各地都传出不少的灾情，但不少人也蛮疑惑的，哎，这一次地震好像蛮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921的时候全台大跳电，但这次竟然没跳电呢。好，绿营呢反应也很快，洪生汉立刻趁机跳出来大内宣啦。他说：“你看，这就是能源转型的成果，因为光电部件增加很多啊，所以光电可以快速拉升呢、啊，可以 cover 因为地震而跳机的发电。那么现在呢，5间尖峰能够用到光电完全顶上，然后呢，让这个抽蓄的水力可以被释放到其他的时段来应用啊。好，挺绿的网友也跳出来赞虾，说哦，你看台电的绿能啦、储电系统及时发挥了作用啊，撑起了电力的空缺啊，在国家级的灾难时刻，民众才终于了解民进党到底在做什么呀？哦，真的是因为如此吗？我们来看到中央大学的梁启源教授，他最了解台湾的电力状况，他说啊，其实大家都不知道921的震央是在南投啊，这一次是在花莲的外海，差很多啊。所以当时在921的时候，中寮的超高压电的一个变电所呢，它的这个开闭锁是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输电塔也倒塌，所以呢，光是修复这些设施啊，就花了将近12天呐、啊。好，而很关心呢，我们的能源政策和电力的一个小儿科医师王建峰医师也说呢，反核人士啊，完全不知道储能啊，所以才知道这个才会现在就嗨成这样，以为光电有多神勇啊。好，目前呢，电池的储能其实只有5.58万千瓦，所以很显然一定靠的就是抽蓄的水
利亚。好，台北市议员侯汉廷他也说啦，其实核电占6%，光电占4%啊，所以403地震，全台湾有8部机组跳脱，核电厂全都是正常的来运作呀。怎么不说还好有核电 cover， 怎么就知道是光电 cover 的呢？那如果说万一地震发生在半夜，你请问光电要从何而来呢？好，绿营造谣说地震的时候核电厂会垮掉，请问哪里有垮呢？好，发生震灾的时候，洪生汉还想尽办法在为民进党擦脂抹粉呐、啊。好啦，事实上，其实刚刚呢，梁教授讲到了一个关键了。921大地震的时候啊，是直接就把我们的中寮超高压变电所给震毁了。当时啊，我们的这个全台湾的这个超高压的输电线的网路呢，有622座的高压电塔，还有17座的这个变电所，都在地震当中毁损，整个输电线路毁损的非常严重。正因为这样惨痛的教训，其实呢，后来我们的政府都非常重视这个所谓的电网的韧性，在2002年的时候的扁政府就已经增加了第3超高压的输电线路，到2007年的时候呢，台电和台大合作也建置了全台电厂的启动系统来因应全黑事故，也就是完全没有电力，整个黑掉的时候呢，还有电力可以来重新启动系统。在2009年的时候呢，还增设了高雄中央调度中心，也变成了全球首套电力是有双主控的调度中心，可见我们多么重视像这样地震的时候，我们能够让电网具有韧性啊。好，那么事实上这次讲到了抽蓄的水利，那当然就是谈到了这个大观明潭的抽蓄水利发电喽。事实上，这个电厂呢，这个水利电厂其实是1934年就已经盖了，到了1985年和1995年都有扩建。那请问关于这个水利发电厂，蔡政府又做了什么呢？好，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其实呢，一个光电板，一颗太阳能够发出来的电力是固定的，就这么多。那这个洪生汉说，这次的绿电快速的拉升，请问要怎么快速拉升呢、啊？难道是一发生地震，台湾上空出现2颗太阳吗？好，如果我们的绿电已经多到都可以 cover 掉这个跳电的机组，那过去蔡政府执政的8年，可是发生过有4次全台大停电，全都是因为有发电机组突然一下突起就全部大跳电了。那按照洪生汉的逻辑，当时绿电怎么没有快速的拉升来补足我们的电力呢？啊，一两台机组跳电，怎么就出了问题，陷入了一片黑暗呢？立文怎么看？我觉得民进党啊，为了这个政治啊而胡说八道，昧着良心，违背专业，已经变成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啊。譬如说，台大法律系毕业在学校教书的老师，会因为他的政治立场，这个前民进党落选的前立委候选人，居然可以说被告有说谎的权利。这种胡说八道的话，他都可以明显的违背他的专业，他都可以讲得出口。那地震为什么会导致跳电？很简单，不是因为缺电吗？当然就是因为电塔变电所因为地震的关系遭到重大的损坏倒塌，所以就才会缺电嘛。那这跟所以才会跳电才会停电嘛，这跟你电力不足无法发出需电量所需要的电力，这是完全两码子事，所以跟你是什么绿电还是不是绿电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洪生汉的意思是说，有跳电了，电塔都倒光了，很多电都输不出来，最后是光电 cover 的吗？那你不是睁眼说瞎话，讲这种违反常识、公然说谎、违背专业良心的话。所以啊，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国会议员每天都在说谎啊，哪里没有说谎的权利啊？现在就是要不可以再让他们一天到晚在国会殿堂里头昧着良心说谎啊！不只是国会议员，包括所有的专业的人士、官员都一样嘛。那当时921大地震震央是在西海岸，真正最严重的灾情，大家都知道，在中部、在西部，在人口最密集的地方。921大地震，地震是几度？这一次的地震是几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来相比，然后完全违反事实，就赶快这时候搬出来要帮这个光电说相呢？光电本身是无辜的，光电今天之所以倒霉，之所以蒙上黑金的立场，就是因为倒了8辈子霉被你民进党用上了。他本来是无辜的，本来就是好好的很好的绿电啊，没有人反对光电啊，
是因为民进党错误的政策揠苗助长，在不该盖光电的地方乱盖一通，破坏生态，引进黑金政治，然后光电又因为台湾地形各方面的限制，没有办法足够的来补足台湾所需要的电力嘛，才会造成这么多的问题啊！这跟地震有什么关系啊？然后赶快这个时候把已经好像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光电，让它能够咸鱼翻身吗？我觉得民进党真的是太可悲、太无耻了，然后也把所有的台湾人都当作没有脑袋吗？都这样子的无知，这么的好骗吗？今天台湾整个的电力需要好好的重新的检讨反省，他们真正应该要解释的是告诉那些长年以来被他们恐吓、被他们惊吓的人，那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一个地震呢？我们的核能核电厂通通没有问题，不是安全的很吗？日本都还发了海啸警报呢，大家不都还看到了外海，还有苏澳外海有海水倒退的迹象吗？那我们的核电厂不是屹立不摇吗？有发生任何一丝的任何的灾情吗？完全没有啊。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宝贝，我们最干净最便宜的电不用，然后偏要去花大钱破坏生态，去用更多更多的天然气，然后没有办法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最高污染的煤炭发电全部通通都淘汰掉呢？太多的问题民进党没有回答，然后还要趁着老百姓焦头烂额，现在很多人天人永隔，还有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救灾的时候，现在还要赶快的去补足他政治上面的这一些红字，我觉得真的是太悲哀了。这个洪生汉，这哪里只是那个刚刚洪威讲的王义川不应该进立法院，洪生汉继续当不分区立委，我都觉得民进党的人不是眼睛都瞎了。好，其实从403地震发生之后，民党政府不断的告诉大家说，就是因为能源转型有成，所以这次没有像921一样大跳电，甚至还说只有在发生天灾的时候，大家才知道民进党都在做什么。好，但是学者就打脸了，因为921的规模其实比这一次403的规模来得大，深度也比较更浅，然后呢，震央就在我们的本岛中心，导致电网当时受损非常的严重，跟这次地震其实啊，整个的损坏的程度是没有办法比的。其实从扁政府以来，为了避免再出现921震后全台停电的惨况，是不断的建构，包括了有电厂启动支援系统，有双核心的电力调度中心等等，还增建了超高压的输电系统。讲白了，今天台湾到现在完全呢在地震当中有电可用，除了一部分是天佑台湾之外，很大一部分也是靠着前人的耕耘。反观这一次蔡政府执政8年来，我们好像只有看到绿油油的绿电公司一家接着一家开，然后呢不断的说核电机组不可以延役等等等，到底对于强化我们的用电稳定做了什么样的贡献吗，秉哥？所以发生天灾的时候，大家就看出来民进党在做什么，在作秀啊，你怀疑啊？不然他在做什么？对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因为我真的觉得是要无知或是科学知识低能到什么地步，才会认为说在风电啊、绿能啊，会突然之间在其他电能没有办法的时候突然扛起重任，我真的不知道是怎样，太阳会听你的话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太阳会突然之间，台湾没电了，赶快我要全力发电，是这样吗？我跟你讲，太阳如果真的突然之间能量增强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吗？整个地球都会烧掉，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真的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而且说真的，今天为什么没有断电？是因为我们的主要电网没有受损嘛，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那刚主持人也告诉你，为什么主要电网没有受损？因为地震最强的地震没有波及到那边嘛。对，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这好有一比，就是两个人都被车撞了，然后就一个人在那边全身瘫痪不能动，另外一个手包起来。他说：“我们同样都被车撞，奇怪了，我为什么只包手？你为什么要躺在那边？”另外那个跟他讲：“因为我被撞到头。”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今天921大地震是发生在台湾正中心哎，那中寮那个超高压变电所整个被震垮，因为当初我去采访，我有看到，你知道我在中寮变电所那边，你知道那边很可怕，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傍晚的时候到那边，整个镇上一片都是尸臭味，一堆人被压在下面，死了几千人。对啊，就是这样子啊，那个灾情多惨重。你只要去过灾区，你就知道那一次的灾情远远不是这一次可以比的，那个差远了啦。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如果今天不是发生在花莲外海，如果今天又发生在台湾中央，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对，我们台湾经过了25年，我们又补强很多东西，我们弄了双核心，很多东西的机构绝对比以前强，我们的很多建筑物也比以前增强很多了。可是我老实告诉大家，今天这个地震的规模比上次921弱一点点哦。但是如果它真的是发生，又是浅层地震，又发生在台湾正中央，我跟你保证，死伤绝对是这次的100倍以上。我跟你保证，绝对是这样。为什么？电网一定断了、啊。我跟你讲，没有，不可能不断的啦。因为人类，我们人类的人造的东西承受度就是有限嘛，你怎么可能抵得住这么强烈的震动呢？昨天，不是前天，那天4月3号那天，台北不过是5弱、欸。大家自己想想看，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很无助？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因为整个你会觉得整个大地都在晃啊，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跑，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我们人类面对大自然是很渺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对大自然我们要谦卑的问题。所以台湾的地质本来就是火山，就这种板块挤压地形，所以我们很多地方的建设都要去考虑到这个建设在万一出现地震的时候，我们到底承受得住承受不住，这是我们必须不断的去检测。我今天看到最恶心的就是什么，有一些外媒在称赞台湾，说台湾做得不错，你看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讲的是不是事实？是。但是这有什么值得骄傲？我们台湾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台湾就是一个多台风多地震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想活下去就必须针对这种东西去补强，除非你不想活了，就这么简单。那美国为什么承受不住？废话，因为人家没有台风地震啊，他干嘛去做这件事情？我好有一笔，就是很简单，如果今天不是来个地震，今天就是在台北市好了，突然之间下了一场大雪，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我跟你保证，一定一场大混乱，停电停水乱七八糟什么都来，车祸一大堆，一定死伤一大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会应付这种东西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而已。所以那个并不是台湾的优势啊，我们是不得已要去做这件事啊。我们跟日本两个都就生在这种地方，你要在这个地方活下去就要面对、啊。结果呢，民党把这些东西拿来做大内宣，说你看全世界都羡慕台湾啊，谁羡慕一个多台风多地震的地方啊？你脑袋有洞啊？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在那边自欺欺人、自吹自擂。这是我们选择的家园，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这个生活。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我们的人事，尽量去把它补强，尽量防治灾害。但剩下的还是要靠老天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庶民大头家，地震当中最害怕通讯中断，因为就失联了。昨天数发部特别就开出全台唯一的这么一台应变网络行动车到花莲帮忙救灾了。次长李怀仁特别强调，这是台湾第一辆可以连接非同步轨道卫星来转为地面的网络哦。网友就发现啊，这个概念其实是和马斯克的星链好像差不多，但是网友立刻去找出了俄乌战场上被广泛使用的这个星链天线，哎，就发现竟然只有一个板子的大小，这么小一点点呢。但是我们的这个网路行动车啊，要这么大一台啊。网友就也很好奇说，万一如果是道路中断的情况之下，像这样的这么大一台行动车该如何挺进灾区来支援呢？当然政府有做事情应该要好好的鼓励，可是因为我们是花了200多亿元来成立数发部啊，这么多的预算，结果我们也只有这么一台叫做应变网路行动车。这对于天灾频传的台湾来说，一辆车真的够用吗？洪伟，我们还是应该帮那个数发部拍拍手哦，因为他们自从这个发展出点面线平台之后，第二个隆重登场了，就应变网络行动车哈。至少呢，他们除了这个点面线平台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产品。不过呢，很多的网友认为，像这样的一个行动车，它事实上跟像中华电信啊，还有我们很多的电信公司的行动通讯车非常像。比如说，现在
像今天开始，这个大家都知道，那镇南宫的就是大甲妈的巡视已经开始了。那每一次，不管是之前的白沙屯或大甲妈的这个绕境，其实都会有电信公司，因为人很多，他们都会开很多的这个行动通讯车下去。所以这个其实说实在，你说有什么了不起的高科技，看起来也没有。那当然他说我跟这些行动通讯车不一样哦，那个只是行动基地台，那我是直接连网路。好，那只连卫星啊。那如果你直接连卫星，那大家就会把他跟马斯克的星链计划拿出来做一个比较。你可以从那个照片上就可以看到，那个是乌克兰非常有名的，就是马斯克的星链计划，他提供在战地的时候，他的通讯中断的时候的，但是星链的这个卫星呢继续提供你在战地的时候的通讯。那现在事实上这个天线接收器已经发展出它不到3公斤、它大概是50公分乘以30公分，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是基本上它要越轻巧越好，然后重量也很轻，那么在战地的时候呢它易于携带。那同样的，我们在救灾的时候，你看这一次很多的东部救灾为什么那么辛苦，因为道路全部中断。那比如说在苏花公路，你会发现隧道一出来，整个的路面全部都没有了。那你今天如何是开车去救援呢？这一次的救援里面，很多的一种是最基本的，就是直接用人力这样慢慢慢慢走进去。另外呢，就是利用一些直升机哈来去做救援。那么事实上，车子的部分，因为道路中断的部分，你像看救灾或者是在战时，它都有不方便的地方。所以这个我基本上我还是给他一定的肯定啦，就说好不容易他还是做了第二个事情。但是跟距离我们现在大家一般所认为的像星链计划，真的是10万8千里了。因为第一个，它的月租费，像星链计划，事实上它现在已经服务世界很多国家，它的月租费大概99美金，也尽量的把它压低。那另外它非常轻巧，所以数发部现在所发展的，现在如果从它的量体来看，是远远的落后星链计划。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请帮忙按个赞哦！强震当下，全台有8部的这个发电机组跳电停摆，供电量骤减8%。幸好日月潭两座抽蓄水力电厂及时加入电力的调度，才惊险避过了大停电。那东部现在因为地震受创，不少电厂也必须要停机修复，未来用电缺口会更大。其实这次啊，我们的核电厂呢，在地震当中都非常稳定的供电。过去民进党在推非核政策的时候，老是说强震一来啊，核电厂就会被摧毁，就现在好像证明了是不是核电才是在天灾当中最稳定的电源呢？为何这点民进党却是绝口都不提呢？世仁哥怎么看？你知道台湾的电力啊，世界各国电力它是个能源辩论，台湾变成一个政治的话题，民进党就是一路反核到底。日本这个福岛核灾停用所有的核电，后来他们的出超入超上照，他们恢复核电的。台湾这个民进党没办法，他不是他的这个神主牌，反核是他们神主牌。他们说：“哎呀，核是在断层上面。”对不起啊，核是最近到三角断层，距离35公里。其他在海岸边的那些小断层，都是几百年前造山运动，那是不动的断层。你知道吗？民进党对于核电政策就是先射箭，再画靶，这下子好了吧？这么大的地震，我们的核能电厂都没事，你以为它会恢复吗？不会啊。它只会涨电价啊，电价涨是涨我们啊，不是涨他们啊，然后继续警报它这个所谓的反核的神主牌。你知道台湾现在不只是这个电的问题，还有涨电价的问题。而且核能过去或许有一段时间大家认为说核能这个最终这个它的储存，它的这个核燃料棒啊，低阶核废料不好处理。现在因为地球暖化的关系，核能已经变成大家鼓励用的类似绿色能源，然后台湾没有啊，台湾继续刚刚韩冰我讲的就是我们继续大量燃烧煤气啊，我们那个台中火力发电厂是全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大量的制造二氧化碳啊，可是我跟你讲没有用，因为这涉及到民进党的神主牌，那就继续烧，不烧台湾电力就不够了。那烧了就让台湾的肺来发电了。